爱的北原神推，哈哈，泡泡，泡泡那个 Yuna 控的东西又有了耶！明天开始买，明天十二点好像。嗨嗨的，嗨嗨扎卡，哦，扎卡回来嘞，欧米亚给，谢谢，没有啦。番剧改名了，为什么要改什么名？等一下放个音乐。嗨嗨，小酷吗？礼拜一，礼拜一，礼拜一发生什么事？我忘记了。啊！想起来，嗨嗨，真真，嗨嗨，宁，嗨嗨，哈哈，嗨嗨，嗨嗨。准备抽出来，可以来开例子了啊！所以很前面喽。不是十二点，不是十二点了，是几点？我忘记了。嗨嗨，谢谢北原神推的抹茶汤圆，我是金鱼，同事，今天是狸猫，耶、yeah ，对，小鱼晚安。对啊，明天没守度了，不过在家不要乱跑，要在家里，对，好好，不然会被传，就是避免。谢谢副委的我来签到、哦、谢谢 Eddie 的大声说爱你，我买不到算你头上，没有那算我一份就好，不要算我头上，算我一份。那外套超好看，那外套跟衣服超好看，那衣服哦，可那种抢那种要抢的东西又不能找代购，真讨厌。高雄场也后好久。对啊，不过也是为了那个疫情着想啦。没关系，我们一定可以再见。对。什么接力赛？我没有看到十二点。嗨嗨，桃瓦哥，谢谢晴湖的元宵提灯。我不是狸猫。好啦，我是狸猫。你就会说我是不坏，副委很坏哦。但这人一定是犯水偶像，傻眼又我，我眼睛有点有东西耶。等我一下，我点点药水。熊大，对啊，熊大的。来，我点个人工泪衣，眼睛有点干。谢谢杨熊的抹茶汤圆，谢谢。还是戴这个，这个也很可爱。快了，手做的东西掉下来了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点点药水。眼睛太干，栗子没有哭，栗子眼睛太干。我有跟小迪同款哦，你们没有，我有小迪同款。莉莉没有哭，只是眼睛太干而已。栗子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扎卡欺负我，扎卡都不来看我直播。两条炸虾不是？对啊，是 Cookie，Cookie 超可爱。哦，好干哦！记者现在还很乐意接受狸猫，那个两个版本都看过了，看过了。桃花哥太可爱了，没有想到桃花哥真的，桃花哥真的，我说什么他都很尽力去做哎。还有那时候看到我有点，桃花哥真的哭给我看哦。桃花哥太可爱了。扎卡大大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那最好来逗你一笑，好啊，逗我笑。
再想再看看，再看看完就直接躺下炸卡出去，因为别人过去吹炸卡，你要怎么处理你自己炸卡？这话题不接，什么不接？说哭就哭，够干脆，真的。这话题不接 ，Eddie， 为什么不接这话题呢？炸卡出去炸卡，对。后面的明信片，对啊，后面的明信片是荔枝哦。很多张的我，荔枝。哈哈 ，Ringo， 以后见面，对啊，以后见面大家一定还是可以看到我们。荔枝。现在看到这个，我都想到，还好我放出来的那个影片我没有唱走音。对，很开心。这个明信片超好看的耶，我觉得。Eddie 哭会在我怀里哭，你看不到。好，我觉得可以，那下次请哭给我看，谢谢。剪刀石头布。耶、欸。以后只有莉莉好看的影片吗？莉莉原谅我没有啊，你还给我乒乓乒。哈哈喽 ，peace， 怎么可能？什么怎么可能？今天刘海太长，所以今天刘海的弧度它长得非常的奇怪。笑出来，栗子特写，有游乐园影片五毛版，当然没有啊，我当然要折起来，丑死了，丑死了，明信片的栗子都没播。谢谢 Ringo， 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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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一波直播的例子也每一波，自己说嗨嗨听听，大家都有看我的游乐园影片了吗？哈哈阿龟，被提醒的字幕被卡掉，对啊，因为忘记它是正方形的。弟弟才不丑啊，睡觉出来我才不要啊。扎卡，我明天给叫出来，没有，在这边跟你换我，这好像有点心动哎，婆婆。没有，我今天还要上去看那个超，我就是他真的超，我那个结婚版孙雪真，手那个就是应那个应援的那个应援，什么忘记叫什么应援棒应援。灯应援、啊、算了，反正就是那个，对，我全忘记他叫什么、啊、好了，反正就是那个，然后那个 T 恤哦，背面还有前辈两个人的合照，然后还有那个外套，真的太赞了，耶耶耶，我的背面没有亲，没有亲，没有亲，我们只是这样而已。数字，晴风，嗨嗨，产品尼克，晚上好。前几天早跟七七约会，说我们一起去吃晚餐啊。阿江空邦哇，阿里嘎多，大福大福。所谓那些些秒杀，跟签唱会一样吓到。对啊，那个听说明信片卖超快的。马克杯跟孙雪，哎，你只差两个。孙雪好像也很难买，听说。谢谢草莓讲的蜂蜜柠檬水。今日どういう一日か、笑顔でいられるように。差不多是同居状态，我知道。有那个 Yuna 梦游 ，Yuna 梦游 Channel， 他们住在一起哦，好好。好好、啊、好好，谢谢喜乐姑妈的韩式滑鼠。你们面面的介入不怕不会被抢走吗？没关系，不会不会怕。見てる夢は私がもう一人でやりたいこと好きだように自由。我记得我好像要讲什么很好笑的东西，可是我忘记了。紙飛行機願い乗せて
我想跟谁同居？四个人吗？我想跟，我想一下啊，这样讲好伤感情哦。我想跟第一个当然是伯乐啊，然后接下来，面面，如果要四个人的话，我想想看还有谁？肉肉吧。终极二选一，你在犹豫？我没有犹豫啊，全部都跟我一起，全部都跟我一起住。我是后宫三千佳丽耶，我有三千个分身，其实我是小三退，会发生命啊？好，那不好，不要。要公开喜欢七七？没有，我没有这么渣。对，我觉得你们要穿一件发热衣，好冷哦。ちっちゃないんだ、すぐそばの優しさに気づかず。后宫三千粉丝之一，我的粉丝不会只有三千人。你不是要先猜，但其实不是，好不好？三千佳丽一直说自己不渣，真没说服力。他刚刚紧急通知，因武汉肺炎疫情，一月三十一什么时候啊？1月31还要自主通报是什么时候？1月31是什么时候？嗯，为什么不见了？算了，我刚刚明明就有看到啊，讯息不见了。反正天蝎座本来就有这样什么什么什么特性，什么特性，什么特性。所以刚刚那是什么啊？1月31？哦。1月31星期以前，为什么我的讯息不见了呢？奇怪了，他不是传在讯息里面吗？还难道我是国家级边缘人？可是我刚刚明明就有收到，栗子月历是栗子 C 的，耶！台中签唱会前一天礼拜五，我好像在开直播哎。31号我在干嘛？我也忘记了，31号我在干嘛？我来看看，要用照片来回忆31号在干嘛。1月31在干嘛？我什么都没有印象嘞。啊，直播。头上是两条杂虾，不是啦，头上是 cookie， 所以跟他有接触的人，什么跟谁有接触？嗨嗨，王子哥哥，对，大型夹娃娃机，金鱼粒，嘴唇太干，然后结果它就裂开，然后就很痛。有确诊在某段时期间的活动范围。我想看，因为我的手机没有收到。只是奇怪了，我刚刚明明就有收到啊，为什么现在没有收到？排挤我了吗？不是在讯息里面吗？怪了，夹走。对，干燥嘴巴，干燥到嘴唇都裂了。有我地震我都有收到
对，安定嘴唇干，还有眼睛干。为什么管胡叫臭管胡？管胡那么可爱，哪里臭管胡？打开地图在哪里？握手可以点干到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没问题。对啊，延期了。嗯，不过希望那个疫情可以控制住，这样大家也可以，搞不好也可以不用戴口罩，这样就更好了。因为林杰都会试信小蜜蜂臭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嗨，开晚安安，臭是一种赞美，什么啦？居然可以重填，为什么要重填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重填？是以为栗子没有了吗？是吗？嗯 ，Lady， 填了谁？这真的很可爱，推荐大家都去买一个。栗子好臭，为什么？有标台北车站，天哪！还有哪里有啊？买爆来痛快！可能是店员不知道该不该退，退什么？哎，不是，我又不是在换。AD 填了，填了谁？填了谁？我是炸虾栗子，挂着两条炸虾的栗子。你这个臭栗子哦，不是臭栗子，我很香。AD 说什么？再说一次。扎卡，嗯，一直没洗澡，我有洗澡，谁说我没洗澡？出来说，出来讲哦，真香，对，真香。呀，我记得我今天要讲什么，可是我又忘记了，可恶，我到底要讲什么？到底要讲什么？忘记了，最近有点禁欲呢。哦，我有洗澡，不要造谣，不要乱造谣。就是我今天给伯乐看那个 Unicorn 的那个 I'm Sure， 然后伯乐就这样，你搞得我好乱。我有洗澡，你们不要。你们重点要画清楚。嗨嗨夜兰，没有，我就给他看了，然后就说波乐你看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子 ，cool。等一下，我想要这样，那我们就这样看。呀，这个你耳朵可以长一点吗 ，Cookie？ 就大概是这样子，就是然后可是还是要看。因为我之前看的时候，就是只用听的，我看不懂，我看不懂那个，我不懂那个日文的意思，然后看了中文字才知道，他真的原来难怪他是母汤哥。是啊，怎么洗头？为什么变是啊不洗头？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子看完了。哎，我原本不知道他歌词的意思，然后直到中文的出来之后才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要知道歌曲很多都怎样，反正都听到了。没有啊，我后来去查 I'm Sure 的那个意思，可是我没有查到。元气澡是粉红色，什么什么？不要改名 over 啦！对，头上是两条杂虾，哎，不是，哈哈月容，哈哈嘉轩，要开始外了，什么外了？不知道怎么没顺便帮你翻译。对啊，不是说他要翻
译吗？他不是卡恩托要翻译？我看那个歌词，他应该讲不出来吧？好了，一堆台北青年都是真的吗？粉丝母汤公园之类的，好像还不错。那就给那个 Popo 跟扎卡啦。故宫哦，孔庙、迪化街、台北车站，天哪，也太密集了吧！有再放大一点的图吗？台北车站那边好密集哦。狸猫尾巴不是狸猫尾巴，这是一般的口号，记得跟自己玩。对啊，伯乐，对啊，应该要叫伯乐那个逐句翻给我听。对啊，柯南要睡了，来，柯南坐好。这里还有一只炸虾。哎呀，不行，它会掉下去。好，我放弃，我尽力了。自己动自己一下，还是会拉张开一起。我们一起抠爆西门町中山堂。那就是北车到西门那一带。天哪，你用 ACP 我帮你凑啊，婆婆。我的主句翻给你，他疯掉，我也觉得他疯掉。啊，我今天应该要开一个没有中文字幕版，然后就播了主句翻给我听，因为刚才我听不懂，可恶。令六先开场，没有啊，那个塔华先用静二开场。还有吗？还有其他吗？找到就不想说。哎，没有吼，我还是会去找啊。哎呀，没有嘛，就还有，这是最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不要断更。我看得很开心耶。伯乐拍完就对伯乐说：“你感受到我心思吗？”什么？傻眼，我傻眼，我傻眼，我才没有那么母汤嘞。我很震惊，对，我没有母汤。不是听说今天有一个游轮，然后41里吗？这次真的很可怕哎、欸！这次真的很可怕，怕爆！你很震惊的对吗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要理解那个歌词是什么意思。钻石公主，好可怕、哦！谢谢人品君的嘻嘻，谢谢人品君的双鱼宝宝。国家级警报就是这艘船，哦，是这艘船哦，是这艘船可怕哦，啊！你们知道这个梗吗？李彩杰在玩的那个梗。谢谢人品君的双鱼宝宝。那艘船上面的人很可怕，真的，你好歹说。好了，对不起，人品君，对不起，人品君，对不起。上面全中，真的假的、啊？好可怕啊、哦！Diamond Princess， 嗯，他不是那么超反感。嗨嗨，思源，
谢谢雪儿库玛的幸运四叶草。全部出现症状，超级带原则，没症状传染力强。哦，我知道超级带原则，我最近都在看那个，好像之前美国嘛有拍一个血疫哦，就是伊波拉病毒的那个，超可怕哎。然后我就把它看完，可是我是看人家解说的那种，可是那个真的最可怕的是超级带原则，就是没有症状，可是他传染力很强，然后身边的人都生病，那个超可怕。我忘记是不是叫血疫，我最近很常在就是 YouTube 上面看到，就是这一类的。这个六集的血疫好看对不对？我也觉得很精彩。因为怎么说，像奶奶他家人没事，表示代表在床床上感染。哦，看起来对，谁他真的，其实我还蛮崩溃的，因为那个彩旗全没有上去。哦，天选之人啊，不是，这很可怕哎。可是，是不是只要有一个人是超级带原则的血液，可以就是做出什么抗体之类的吗？还是什么？他是不是有抗体？对，新型病毒就不会再发病。那例行病毒呢？最初期是照肺看不到症状，所以很可怕啊！大家要小心哦。又新的 S 四 K 啊，行动定时炸弹，这真的超可怕的。太紧了。原来要订春装不是冬装，什么意思？康复后才有抗体，所以是要从康复后的身体截取，不是可以什么？那为什么要先培养出病毒啊？二月改，我知道二月改到四月啊。那为什么冬装换成春装吗？春装。噔噔噔噔，例行病毒不能复原，只能感染例行病毒而已。研发药物，所以要先有病毒才能研发药物吗？要免疫粉、B 细胞才会制造抗体。哦。本来要买的是要培养弱化的病毒吧？哦，生物好难哦，还好我不是自然科。四月穿太热，那平均你知道穿多厚啊？不过延期也好啦，这样子等到疫情稳定之后，那时候应该也都差不多了，就大家可以放心一点。嘿哦，例行病毒。因为要培养病毒株，然后去除细胞核才能做。原来是这样哦，穿厚一点才不能被例行病毒感染。当然，平均你穿薄一点，让例行病毒感染你。不对啊，例行病毒早就入侵了。考完就忘，很正常的人生。学测前一天，笑死。像流感一样，那发现那个漏收样才会。病毒不是细胞。我不知道，我都听大家讲。我想吃这个耶，大家介意吗？这个好好吃哦。好香。垃圾桶怎么不见？这个好好吃，这个酱超好吃的。我突然想到，吃巧克力，今天牙齿会黑黑。
就只跟涵涵，我比较高，高一公分而已，一公分。嗨嗨，爸爸。过年过完年后要剪，对啊，还没到十五号，到元宵以前都是过年。哎、欸，明天是元宵哦，是吗？然后只能吃到明天呢，我只能吃到明天呢，可恶！可恶，明天就元宵了。嗯，大家有吃汤圆吗？我昨天早上煮了汤圆来吃，好好吃哦。我已经不敢面对体重计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可怕了。体重计这种东西呢，还是给很太瘦的人，太瘦的人就是使用就好了。对于我这种，还是不要站上去比较好。嗯，过年就是要好好享受。嗯，借口，找借口。看了 SSK 啊，我也好想去日本哦。哦，谢谢 AD 的红包，我还抢到14哎，太赞了。瘦好吃，想听娜娜前辈唱歌。最近前辈缺乏很严重，听个夜蝶，真香。我今天谢谢小雨的韩式花束，谢谢小雨。对，我每天都缺钱，前辈。对，我缺前辈缺乏。但没有那一瞬，我虽然不知道下一次见到前辈是什么时候，不过我要好好学习日文，希望下一次在跟前辈讲话的时候可以听得懂前辈在讲什么，然后可以回他简单的几句。哦，心会变成 I'm sure， 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是最经典的夜蝶还是要听，对。哦，这真的很香。学日文之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只要听得懂前辈在讲什么就好了。希望我下一次再见到前辈的时候，我可以好好就是讲。看守注意好，看守注意好。不行，太唔烫啊，太唔烫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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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每次都超喜欢看那个娜娜前辈跟彩希前辈，哦呼呼呼呼，真的超 sweet。你只会傻笑到头上冒烟，嘿嘿。如果之后有机会见到娜娜前辈，我一定会穿着我的那个 Army Wink 的外套去。对啊 ，SSK 啊，跟小新前辈拍照了，哦，
好想看 Team Four 的公演，超想看 Team Four 的公演。大家推哪个 Team 吗？嗨，扎卡。韩寒强吻你那段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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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，到时候那个，因为之前那个前辈就帮我们选那个，hentai 西买是吗？忘记了，然后他就说我们是变态姐妹，然后不要不要不要给前辈看这种，就是到时候他自己以为我们两个是变态，那就太糟糕了。品吧，人类黑社会，没有不让我，没有扎卡，你只可以推我而已。林果的初心是谁啊？大家的初心是谁？本家没特别喜欢的。那我们 TP 最喜欢的是谁啊？嘉勋。哎，真的吗？单细胞是我，好开心。是我吗？面面，原来，谢谢西西的鲜肉汤圆，哈哈，西西，智人前辈，DP 最喜欢的当然是平寒米娜吗？扎卡。然后其他，原来如此。Queen 就是，谢谢林果的冰岛，谢谢，谢谢。韩寒小卡的事情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很积极呀。漏了 Mina， 我没有漏了 Mina， 为什么漏了 Mina？ 什么东西漏了 Mina？只用和平的参与才好。このくらい春だろう。谢谢陈的提元宵提的，炸开生米粉宣言的，笑死。哪个成人群都可以看，原来哦 ，Popo 啊，你的 CP 好好管教一下啊！真是的，怎么可以放他这样子呢？到处去浪，真的很烫。大家如果有那个成员缺乏症，都怎么解决？看直播吗？我娜娜前辈缺乏症。拒绝是谁？其实都没啥资讯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扎卡哦。看 MV， 看直播从，看后面发现薪水另搞另不当哦，找新的地方浪啥耶？那是呢，看别的点。傅维，糖糖都很内向。对啊，我觉得糖糖都很内向哎。对啊，我觉得我的糖糖们大家都很内向，就是都乖乖，然后很内向。断根不要断根，我的清水良知不要断根好不好？会不会手下留情？看别的台啊，
鱼凯也敢说看现场，不要再发现，我好想看那个前辈的现场飞。看 AD 转移注意力啊，我觉得不错。哎，嗨嗨，红烧给我啊！看这个剪精彩片段，乒乓乒吗？找事情专门就勉强过去了。西西只有这样吗？嗯。只好去浪，不能浪！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不是糖糖，可是我内向，你就是糖糖啊！你是个隐性糖糖，补你的都补完了。以前那什么直播吗？好像站我眼前一步。站我眼前一步跳舞，要让你羡慕啊！还是假娃娃？内羞害羞是什么？大家是不是糖糖们都很内向？以前的直播，谢谢西，谢谢西西的西西。没有，本来可以看真的，不是啊？可是我也把前辈设桌布啊，可是还是前辈缺乏。我真的把前辈设桌布哎，然后那个锁定是用我跟前辈拍的那张照片。内向的吗？算吧，小哥嘛。S R 档，可是我听不懂啊，我听不懂日文啊。我没有吧？没有吗？于凯，嗯，很内向吗？嗯，或许有人没有，可是大部分都是内向。每天跟人去日本动用关系泽西，可是有天赋光也不一定有娜娜前辈。我不会日文，听得懂一点点，听得懂一点点。大家都内向害羞，嗨嗨彩虹花，帮忙做字幕哦。可是我觉得这样练一下日文应该也还不错啊。没有，我日文不好，我都会呛你。为什么要呛？很闷骚，商业苹果字幕组超赞，可惜都被变光啊！真的吗？那应该没有没有，我日文不好，刚学。韩寒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，我们两个应该差不多。没有，不然还有。波乐还有那个，波乐还有瑞婷。我跟你们讲哦，那一天就是我们有一天有那个，就是我们有就是遇到二期嘛，然后瑞婷就跟二期讲话，然后波音就吃醋了。女同学那个很不想被招待感，真的。怎么可以呛一人？顶多做影片就可以。他还去自己尝试翻译，就是大概可以猜得出来，就是看字幕的话，大概可以猜得出来几成。但我很确定还是有病残。小韩寒比较敢讲啊，这不是出镜文字，真的吗？那你跟二奇讲话不了吃醋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可是我有看到不了吃醋超可爱，不了吃醋超可爱，快！可是我觉得不了应该不会，不了应该会觉得我去，不了应该会觉得我没有差，他应该觉得瑞婷比较有差。偷买不了，不好不要大卸八块。
为了吃醋。对，我也想。对，臭兮兮，你不要戳破我。哎，我没有到处浪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到处浪，没有到处浪，没有到处浪，没有。哦，对了，我想到我今天要讲什么了，就是好像娜娜前辈也有在看武道馆，然后我今天就看到，原来我跟娜娜前辈推同一个，紫色那一个，一件事就被几个亲，五个，我收到五个 kiss 啾啾，左手比个赞，我就让。没有的，我跟那个前辈推同一个呀、啊，我本来不知道前辈有看，然后我之前就跟我，你们可以去问伯乐查证这件事情。因为我在之前他跟我说他喜欢蓝色那个空音之后，我就跟他说我很喜欢那个金色头发穿紫色的又是短发控，然后就跟他说，哎，我觉得那个，我觉得如果这样里面的话，我应该是推的是紫色那个。然后他就说，啊，然后今天我就得知了，那他前辈也是推紫色那个，我就哇，我就渣，你也渣，大家都渣。我就让不要不要再一次不要哈哈路耶哈哈传说中的路耶Humidity， 但是我们可以，不行啊！你们不可以让，只有我可以让而已，只有我可以让。奇怪的跟他说，你说我就让，是是这样吗？我就让，传说中的路也来了。朝の空を見上げて。今日という一日が我就让嘿嘿好想跟听佛的公演，谢谢阿姐的带你去流浪，他到底是哪流浪，带我去日本看公演好了，谢谢啊，听佛娜娜前辈，茶西前辈，瑞葵前辈，大西前辈，高桥前辈，太多人了。夢は你让，我也让，大家不能让。嗨嗨，咪嗖嗖，咪嗖嗖，晚安。咪嗖嗖，你下次要记得带那个哦。咪嗖嗖，我是乐乐可莉莉可。我不让高桥彩音前辈，我跟伯乐都很喜欢，就是短发控啊！你们看，我刚刚讲的五个，有三个都是短头发。谢谢雪库玛的爱你哦，谢谢。合法萝莉。什么都你加了，吼吼！不行，黑长直才是王道。可是我喜欢短头发的，短发控，短发控。你看，肉肉，伯乐，赞，短发赞，短发赞，颜值够高才能撑起短头发，我就不行。我剪短头发脸会很大，
那我伴随好像不行。倒数，倒数，倒数，好，好，准备好了。哈哈哈哈，国树，五，抢红包了。一，好，抢红包，抢红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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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，草莓奖，我的啊，谢谢林果的红包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草莓奖的红包。我刚才想说，送我眼睛也当做好哦，好哦。我应该让你怎么讲？谢谢红包。想听前辈唱歌啦！嘿，该怎么讲？看不得。洗手式什么洗手式？会喝牛奶。咕噜咕噜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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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是这种，谢谢草莓奖的红包哦，谢谢草莓奖的红包，好痛啊！看看 board 变草莓奖，看 board 哎啊，没有人知道过程中发生什么，就变奖了，草莓奖，谢谢红包，红包，红包，啊、红包好痛，短头发。很想变成短头发的例子。谢谢草莓酱的，救救你哟！红包好痛，对，红包好痛。等未来脸小一点再来，我觉得短一点比较可爱。一直剪短我就退坑，是不是？退坑是不是？成功新能量新人名啊，怎么宣传的？红包我的红包，大家都觉得。好啦，我知道大家还是喜欢黑长直，我会好好贯彻黑长直始终的。我已经留长头发留了18年了，然后只有其中几年不是妹妹头，其他都是妹妹头。一直剪短的话就要气推了吗？红包大道就你剪短会长，就越剪越短，对不对？好像我听说剪短会越剪越短。各队员直接把眼皮笑死。长发，我也是长头发的，我是说我自己。弟弟 wink， 栗子本身18分，耶嘿！你看我短就一直。西西有想要留长试试看吗？对啊，短头发也不错啊。我来试试看短头发会变怎样，很想剪短头发，长发看很腻耶，从小就看到大。等一下哦，收不起来。等一下，不够长。算了，算了，还是长头发好。脸好大哦，脸太大了，不行。对啊。没有颜值，还是只能长头发。算了，剪短更像栗子，还是长头发好了。
瞬间像 Mina， 剪短吗？有点圆，我也觉得有点圆。好，林口林母汤哦，林口林母汤，为什么可以这样嘞？嗨嗨，一三俊，对啊，脸圆不适合，唉，脸圆不适合，放下的瞬间，终究还是只能长发嘛，短发病毒重度患者，我也是短发，短发控，短发最赞。而且短发在跳舞的时候，就是一眼看过去就会第一个看到他。我觉得我可能不知道哎，未来有机会再试试看。拨头发，拨什么头发？电吗？哦哟，能剪短头发都是的颜值都很高，一直大声骂的没有啊，没有没有。做侧面的时候颜值真的很小，好林果，好林果，好，别好烫，这样就很烫。孤单累积是一段呢。跳左边，颜值，我是哪个颜？你看娜娜前辈剪了短头发，就是让人有为之一亮的感觉。一直被撒一堆盐，一定很多没有。对，大家活动，下次大家活动请去聊嘻嘻。不用，我们派出我们的杰女神，那个战力就够强。鬼退撒，那个叫什么？结婚呢？还是什么？只是很常被我盐。对啊，天天你还敢说你没说盐我？哪说颜值很高？弟弟不要演我，不会演你 ，Eddie， 我怎么可能演你呢？真的很演，我哪有演？我只是都在听你讲话而已，愉快。好，那我下次一讲，只会撒盐给我。谢谢你都只会撒盐给我，我一直找你讲话都不理我，收集很多豆子。我是鬼吗？大家都要赶我走，觉得难过。前辈，你看他们了。那么久的，米豆子那么可爱，请不要对鬼小豆子。对呀、啊，绿豆子，我是绿豆子，是鸭子粉。要个卷轴，他跟说他为什么没有人在乱？好，谢谢你说觉得女神在乱，谢谢杨雄的玫瑰。这首不要，我要专心听前辈唱歌。绿豆子九蛋，好好讲话哦。在乱，谁在乱？不行，我还是想要绑一下下的头发。咬握手是什么？吸吸翅膀硬了。吸吸彩虹握手，谢谢你母汤哦。怎么可以这样赶人家走呢？
可恶，我不会拉、欸，这样吗？不行啊，这样更远了，我的天啊！谢谢林果的 kiss 啾啾，谢谢草莓酱的白眼。不行啊，真的好远哦！看来我还是只能万年黑长直。谢谢 Eddie 的啾啾你哦。你好远，果然短发还是会挑人的。谢谢林果的啾啾你哦。谢谢西西的真情告白。谢谢草莓酱的白眼。好羡慕撑得起短发的人。谢谢西西的真情告白。哦哦，谢谢草莓酱的红包。短发感觉更年轻，有吗？未来有机会剪个短发。好羡慕那些撑得起短发的人。如果剪头剪短跟染头发，我可能我会比较想从染头发开始。七节短发，三八变二八，什么？同学是一年二班的吗？什么？什么一年二班？会解释成你现在不年轻，叔叔小心。母汤，一年二班什么意思啊？剪好短，好痛的感觉。头剪短，头发剪短。不要叫我琪琪姐，很奇怪。菠萝吗？菠萝，菠萝，菠萝，菠萝。什么是一年十五班？菠萝，菠萝安，菠萝晚安。巴勒安安，巴勒我的，我是熊猫丁点。哎，怎么在刷牙？晚安巴勒。对，这里留我跟巴勒就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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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没有吃醋，我没有吃醋，我没有吃醋。面试为什么是姐妹？有这么夸张吗？好，你怎么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是不是没夹？没有啦，我有夹，是因为太长，所以我夹太卷。有夸张啊？没有啦，没有，我在叫我开玩笑嘞。臭嘻嘻，安静哦。我没有感人，我没有感人，我没有感人，大家请留下来，谢谢，请留下来。嘿嘿，我傻眼。哎，开个玩笑，谢谢。啊，谢谢红包。哎，没有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谢谢菠萝的玫瑰。不要走啦，哦哟，就开个玩笑哈。红色炸弹，红色炸弹是喜帖。不要拍了，他们为什么开不起玩笑？谢谢杨雄的莲蓉汤圆跟抹茶汤圆，大家我开个玩笑哈。深水炸弹，深水。嘿嘿，要怎么说我跟你？不要，不能
走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，算不能来，大家还是要留下来。没有，你们要留下来，大家可以一起参与。对，先中断，不要中断好不好？接上线，谢谢，接上线，请接上线，我外面自动连线。我傻眼，已连线，已离线，不能离线，我要强制你们上线。隐身中，请问哪里可以离开？你不能离，只要你说一直去自己挖坑，我没有挖坑啊，我只是，直播播的熊猫的，现在你在问，不是我的啦，不是我的，我没有饭花吃，你们才饭花吃，我才没有饭花吃嘞，不是我的啦。这直播太惨！哎，什么看不到主播还有在干嘛？哎，没有留下来！哎，不行，泡泡你不能这样，前面是我的，都我的啦，都我的，都我的，谢谢。对，泛华居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的可以。去看啊！你们都这样，好，没关系。小三的五眼臭兮兮。那妈妈怎么了？妈妈怎么了？另一个，交给你那例子我的 ，OK OK， 交给你那 Rattle，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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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苹果没问题 ，OK OK， 来出来站，不是我的，笑死。一直喊喊我妹就好，西西你都要别人当你妹，结果西西才是被照顾的那一个。不晓得怎么瑞婷我也啊，给我啊，那不然今天不然今天我没有将波乐禁言，我怎么可能将波乐禁言呢？禁言计划筒没有，不知道还在吗？我看一下。不知道，不知道好像不在嘞。不知道好像不在，对不对？一直应该。谢谢令狗的红包，谢谢。谢谢红包，红包感谢哦。最近讲台语有点怪。前辈唱歌真的是天籁啊！怎么大家都来看我饭花痴呢？这样会害羞哎、欸。好，没有没有，害羞，这样会害羞。大家都来看我饭花痴。谢谢瘦吧的 love， 谢谢，谢
谢。拉布拉布，耶！前后的没有。谢谢林果的，不然竟然只有栗子没哦，没关系。妹妹啊，我是谢谢谢谢妹妹的浪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明明我先来的，没有，他们不算。安呐、啊、安，大家安安。还是的，是的，难的。谢谢真真的元宵提灯，栗子抱抱，面面抱抱，面面抱抱。这里到立秋的场，没有，波乐不在，波乐不在。嗯，为什么感觉好像？嗯，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吃到头发？嗯，真的吃到头发。扎你，我没有扎，没有，我没有扎。不乐不在。头发好吃，感觉到头发。谢谢扎卡的鲜花，我就是一朵花，自己讲。伯乐不在就可以让我没有这样说，呼叫伯乐没有，伯乐没有这么简单被你们抠出来，点出来不要伯乐不行，伯乐我们可以三个人一起报，对，就是像那个叫什么游乐园一样，崩掉的影片，没有，我要把那个还好不会很崩啊，我自己比较崩啊，那个太崩了不行。不会来就三个一起抱，我觉得可以。小花总是要在什么？不乐有拍到什么丽丽的画面吗？嗯，你问不乐啊？三个应该取什么名字？不知道啊，只有尖叫的部分啊。不会好不好？妹妹很可爱，都这样。对，我就把我把好看的留给你们看，太丑的先遮掉了。三个一起抱是我吗？你顶多只能抱两个。不会啊，可以再抱一个肉肉。抱不了个，你都选择，这小孩子都选择，但都抱啊耶！ Yeah! 赞。一直都把自己的脸用掉，因为太丑了，把好看的留给大家看就好了，丑的要遮起来。看心力，赞。可惜肉子没办法来，对呀、啊，不然就三个人都来过了，可恶。那是假的，没有。那一首，大家比较想要看那个面粒，还是比较想要看波乐跟栗子，还是比较想看熊矮粒跳夜蝶？不寒而栗，不要，大概七十多个。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有默契呢？拒绝修罗场。哎，我知道啦，看那个面面跟波乐，然后我在下面看，这可以。为什么常常的默契都是韩立？我觉得不行，不可以出现修罗场。所以这种时候呢？而且波乐跟面面在同一组嘛，所以等他们跳夜蝶的时候，我就是在台下看的那一个。干嘛直接来玩秀？也是哈。你听到了？还没有听到。
我哈哈没有听到，给我加注他是 Hello， 我都已经下腰了，一直笑了我正常，哈哈妹妹加注莉莉，一直 CP 问题，我们可以一律选择不行，不要不寒而栗，不行。不行，尖女生是就是我们不可以触碰的，就是拿来仰望用的。一直被肉肉去喊的，赵燕跳跳跳下去把李佳丽请上来。啊，好像不错，好像不错。我没有拒绝，看别人秀上是哈喽。那再一次夜蝶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。对啊，而且帮韩寒架住我就是面母汤，你还下来后来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我觉得可以，你跟柏林跳完，我在台下等，然后你们之后再叫我上去。那一下，面面干得好，不行。好，谢谢坚持要仰望。面面小声曲，我觉得很可以，没办法，我没有跟波乐同一组，没有跟面面同一组，所以最好就是波乐跟面面跳，然后最后叫我上去啊，叫你上去，哎，不行，我觉得不行，小空麻将不行，不行，那相处剧没有，没有演乡土剧，怎么可能呢？一直被叫什么？谢谢西西的西西，这句有点拔啦，什么啦？谢谢九蛋的，我来签的。栗子是假王子，我不是假王子啊。栗子谁？傻眼。谢谢 Andy 的红包。你不知道专业猜邪教 CP 什么？邪教 CP 不是邪教。哦，对，有人可以帮我解释一下这段讲什么吗？我永远都听不懂。是送你涵涵好吗？什么啦？弟弟妹妹当然不会啊，怎么可能？立位人生，对，立。是在 Hello， 我傻眼。谢谢西西上的西西西西自肥啦，再播一次你说的话盖过去。再次。私のことどう思ってますか？え？別に嫌いじゃないけど、じゃあ好きか嫌いかで言ったらどっちですか？これは好きだよ。没有这段我最想听，我也想知道这段到底在讲什么。私たちもついにこの曲を売る時が来たんだね。これはもう運営公認ってことな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。どうなんだろうね。正直私のことどう思ってますか？所以他们是音乐歌。好きか嫌いかで言ったらどっちですか？有吗？有吗？泡泡有吗？为什么我没有？反正很真香。哎呦，好大声啊！
真香啦，真香。希望我能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看一场有彩希前辈跟娜娜前辈的公演。我没有不认真看啦。喜欢我还是讨厌我？喜欢你哦，反正是明日公演，然后喜欢还是讨厌的部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想错一点。哦，不行，这对真的太甜了。每次看他们两个都是那个笑容从没有放下过。没有看就好了。太赞了 ！Yuna 万岁！前面还有什么？就是还有很有名的 CP 吗？口水啊口水，吸回去。嗯，不太讨厌，大家都喜欢啊。原来如此。哦，台湾九点哦，是九点了哦。我知道，我有看到那个外套，那个 T 恤，那个声线，那个应援棒，哦，真的太香了。可惜人家代购应该没有人在帮抢这个吧？哦，婚纱照，还有那个婚纱照。那婚纱照真的太香了。魔法小卡借了他也到不了台湾了。好想看现场哦！好想啊！手机差点掉下去。第四页。好了，我要念榜。嗨起来，莉莉只要看到娜娜前辈就会嗨起来。哦，谢谢西西的真情告白，谢谢 Popo 的星星效应。今天这么早，今天到九点半啊，应该没错吧？今天礼拜五，对啊。今天这么快啊？还不如扎卡上一次只来看一下下。为什么是晚啊？我傻眼就在。对啊，今天一个半小时啊，我应该没有记错吧？对啊，今天一个半小时，所以是到九点。对啊，我没有记错。现在九点，对啊，不是七点半到九点吗？一个半小时啊。嗯，我有记错吗？没记错，是你口误哦。哦，对，到九点，对不起，我好想睡觉，今天太早起床，我今天八点就起来了，可是我昨天两点才睡，所以我现在处于一个很呛的状态。哦，是耶！我吃到讲错话，嘿嘿。然后看到大概三点多，哦，我真不知道什么比较晚睡。啊，那他妈，我的心都死不得。好，晚点吧。第一名是 Eddie。
下，来看一下今天有没有，因为没有 get 的话还去做，所以赶快努力一次警惕，笑死！纯粹酷也很美的本家已经枯木美，一起升正式水，呜呼呼呼，呜呼呼，升给天，升不升给天，哥哥看你升，下升。但是架住他，我傻眼。我的困难是安全的，但很少会从你我设计。反正只认识机会，对哦，我都忘记了。好好，等下再去改。谢谢你，谢谢。第二名是大家都喊着要看布袋的草莓酱。到底为什么大家都要看你布袋啊？为什么？谢谢草莓酱，谢谢。第三名是林果，林果你太过分了，为什么可以放跟那个高桥彩音前辈的《真的母汤》？可是真的好可爱哦。谢谢林果，林果你真的母汤哦，真的很母汤哦，可是好羡慕。第四名是林果，谢谢林果。林果咬一口。第五名是喜乐库玛，谢谢喜乐库玛，谢谢谢谢。等一下，我放一下音乐。谢谢喜乐库玛。第六名是小雨，谢谢小雨，熊孩子最赞。谢谢小雨，谢谢。第七名是西西，超西西，谢谢谢谢，今天西西送的很多西西，谢谢。第八名是于凯，谢谢于凯。收到栗子，收到栗子怎么样？可是他是一个全力以赴的人，还真的有时候很开，真的很开，真的很开。谢谢谢谢于凯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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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于凯。第九名是跟栗子一样最爱娜娜前辈，但是也很爱栗子的泡泡。我每次都要帮泡泡想一个新的名字。对，他说不是神推，所以我要除了神推以外，我要跟他想出一个很特别的一串。对，谢谢谢谢。第十名是 Akira， 谢谢 Akira， 谢谢 Akira， 谢谢。第十一名是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一的直播，礼拜二的直播都忘记礼拜一礼拜二，丢下莉莉的去出去玩的扎卡，谢谢扎卡，谢谢谢谢。好了，好玩吗？好玩吗？然后去那个博物馆哈，不好好看那个文物哈，就是看妹子啊哈，扎卡哈，扎卡母汤啊。第十二名是富玩，谢谢富玩。副委。第十三名是九蛋，谢谢九颗蛋，谢谢，不是八颗蛋哦。谢谢。第十四名阿贵，谢谢阿贵，阿贵有没有多握一下我们的韩寒呢？阿贵。第十五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谢谢谢谢变成新鲜柠檬。好，放音乐。啊，怎么？啊，为什么？谢谢 Bihulai 的带你去流浪，谢谢 Bihulai， 哈哈 Bihulai， 辛苦了，谢谢 Bihulai。我来看一下，满面慈汗笑，我才没有慈汗笑嘞。嫌なことは
什么什么，我到底错过了什么？我就觉得爸爸还是会回来，笑死！旁边的球瓶，剪刀石头布啊，平手。第几天这么早睡？对啊，要结束了，差不多了。那先念，对啊，先念再继续。没记错是你口误，没有到九点，到九点。腔调的莉莉，不要刚才就对，腔调的莉莉。这句你唱的这么顺，什么什么？哪一句？我想要那个，我没有办法做决定。谢谢评委，为什么会变评委啦？对啊，可是完全无法参与。没关系，涛哥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最近还好吗？很忙吗？送了寒啊，居然开战了，对啊，开战了，可恶！可恶，我到底错过了多少啊？好荡啊！看文物，你明明就没有在看文物，明明就是去看妹子的。我没有凶，看妹子还是小乐乐，对啊，一早兄第十七面面，谢谢第对好，谢谢第十七名面面，谢谢面面，面面我爱你，哇，面面哇哇哇，快快那个丽丽亲一个，哇，哎，我都没有看到哎、欸，谢谢第五十一名的菠萝，菠萝我爱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还有第二十名的面面，面面 I love you。我怎么觉得我今天好呛啊？哦，好，剪刀石头布啊，我输了，可恶！等一下，我先把它关掉啊！等一下啦！哦，好，关掉。早睡了，对啊，早睡。对，我觉得我今天有点腔调，不乐牙齿，啊，啊，可以全麦，我没有这样说，我没有这样说，啊，够经济的，我还一定会计较。你现在接下去不行，不乐亲一个，不乐金姐，最近忙不忙不？一晚上握手券，大哥，我才，我，我没有商业 CP 好吧？是的，那边对阿哥亲戚的，木啊。那一瞬，明天就开抢了，又拿空的周边，怎么没有亲？没有，憨憨不要，憨憨不要。我们不是商业 CP， 我们才不是商业 CP。商业 CP， 我们除了对，我们还自己约出去很多次。好，没问题 ，Happy 回来。
OK。しまった。しべらしべ夜の情緒。大家有没有也有人也是那个那个就是这对 CP 的粉丝？有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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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跟我一样，嘿嘿，嘿嘿。好了，我等下差不多要那个了，我差不多要关了。时间为什么时间有点不长？还需要举吗？但不是啊，不是莉莉跟韩寒，是那个 Yuna， 没有你这么粗。这一对真的太赞了。我不是有一阵子没有这个状态嘛，然后最近又回到那个状态。好啦，大家明天记得抢那个周边，拜拜。不要架住他，谢谢。不要架住他，不行，架住他，不行。好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姑奶奶。